即摆囡仔，那也真好命啦！即个耍的物件，比咱咧四乡村街足好耍你看这，啊，讲这积木倒嘅呢，那也真厉害啊！Um、down, 哎呦，你看这咧，那怎安尼拗？你这是积哎，哇，啊啊啊啊，单单谁谁，单这是边个算，哎，啊啊哎啊啊，这这这是边个倒啊？哎哎呦，哇！你看这，这有人足好倒，有人足好听，你知哦？哈，像咱即款人吼，较无即路天分嘅吼，较未晓耍这吼，哎呦。 诶、欸，你看这新的呢，一片一片安尼倒起来吼、哦，会当倒做一台车，厉害！我即马拆了了，你叫我倒，我袂晓倒啊啦！啊，一个朋友吼、哦，你看我们这圣经吼、哦，有一个所在讲吼，一个聪明诶人都是会样倒，啊，怣诶人都是会样拆。啊拆拆倒袂起来，啊，这个讲啥？这个讲婚姻家庭，今日嘅圣经甲咱讲啦。 讲智慧个负责人，一个有智慧个负责人，伊是本来拢总零件哩哩啦啦，但是有智慧个负责人，伊会通拢甲做起来，哦，伊会通将伊建立起来。即、這个物件，哦，嘿呐，安尼无无一个有智慧个，我甲你讲，即、這个物件，我互你，你讲做三你就甲单掉啊，你有感觉做无价值啊？哦，啊，做拢安尼啊，有无？你即马看到啊？ 即种是安尼，叫做积木嘛，吼、哦！即是新诶，即下阿阿个咧算诶，即下物件尔嘛，吼、哦！你看呢，哦，也要拆开，啊、哦，甲倒做伙安尼尔，吼！哎，即囡仔干嘛讲我即足好算诶，吼、哦哦！但是你呐，无甲教伊变哪算，你干哪好一个尼一个物件好伊尔，伊讲我个是咧创啥，伊无感觉即好算。但是有智慧诶人咧算积木，可人有智慧就是讲，即、这个物件看起来足简单，无一个形状，但是透过有智慧诶人甲。 倒出去了，会当後後倒出变一个物件，啊，这个过程是足趣味的。所以圣经讲，一个有智慧的负责人,人，伊要会将原本一个无家庭观念的查甫人，有法度透过上帝创造造人嘅即个能力，会当靠一个查甫人之外，成做一个负责任而一个丈夫。 啊！即个著是有智慧诶，有智人，哦、啊，啊若戆人吼，迄、那个无智慧诶人吼，嘿哦，迄著是会将原本人气好好诶吼，拆甲溜溜溜安尼啦，迄、那、著、個、是戆人啦。像我即摆呢，人制作单位原本倒一台车，我倒个即摆安尼离离落落安尼，我今日出嚟，迄等下看下哪解决迄无诶代志啊！吼、那個哦，啊，足侪人伊对伊诶上帝原本给伊诶足好诶一个家庭。 啊，足侪负情人，袂晓听收。人啊，本来一个家庭好，可伊伊家跳了了。哦，啊，什么款人？多疑诶人啦。一讲讲，毋们怀疑因翁外口有查某人啦。啊，点下吵吵闹闹啦。哦，啊，敢若会用装水吼，袂用顾人仔啦。啊，袂用叫过昂啊。干那时间咪用去 shopping 啊。啊，喝咖啡聊是非安尼啦。像即款诶吼，圣经讲，即款诶人。 人本来一间厝好，一个家庭好，会叫你怎样拢不了去啊？我来重点来啊！我观众朋友讲啊，无讲白，啊圣经内敢若讲父亲人咧，无讲查甫人，查甫人,人对家庭敢无责任？迄足侪查甫人嘛破坏家庭诶。啊！是，圣经绝对毋是讲敢若父亲人对家庭有责任，家庭是男女双方拢爱有责任。啊，既然你讲咧，啊圣经是写那讲父亲人，为虾米咧？因为男女无共款。 有两个原因啦，偷窃的原因吼，查甫人诶精神吼比较较放伫事业，啊，查某人诶重心比较较放伫家庭，所以家庭上成功失败诶责任吼，查甫人诶因素会比较较重，吼，啊，查甫人因为伊诶精神拢放伫事业啊，所以事业上成功失败。 即个查甫人嘅责任较大，哦，但是伫家庭上，你毋通误会我毋是讲查甫人无责任，千万你都毋通安尼想，因为婚姻是男女做伙，两个拢有责任啊。啊，只不过你必须爱了解查甫人伊嘅焦点，我相信啊，有结婚呢，拢会同意啦。哦，查甫人伊嘅头脑伊咧想嘅物件，伊嘅心较窄呢，拢看得伊嘅事业。 较侪拢放伫伊诶工作上，较少放伫伊诶家庭，这是事实啊！啊，所以，既然查某人伊诶心较侪算伫放伫家庭诶内底，所以足自然诶查某人对家庭诶影响，是对查甫人较大。哦，所以查甫人若无家庭，伊会当去无用事业，查甫人是安尼哦。 是哩，我知影有诶查甫人，是咧讲啊，家庭事业有冲突诶时阵，伊讲啊，我选事业，吼、哦、因为我是一个查甫人，我诶事业心太重诶吼、哦、啊，家庭吼、哦，我都甲伊讲，I'm sorry，吼、哦，啊，无我钱，趁趁诶看逐个月偌侪，我甘愿，我趁诶钱，我来负起家庭诶责任，着是我钱，互你，互你饲囝，囝我也无要饲，囝你出去饲，安尼就好啊。哦，即落查甫人是真侪哦，吼我毋是讲安尼是对，你毋通误会。 我只是要甲大家解释讲，为虾米圣经咧讲到家庭嘅时阵，先怎奈无讲到足侪查甫人，哦，哎，讲到确实查某人、父亲人，系有一个原因，因为男女本身对家庭伊嘅看法、伊嘅感受，是,是的确有影是无同法，哦，啊，你讲哦，啊，你查甫人变父亲人，唔是哦，你即卖听清楚圣经讲个哦，圣经讲智慧嘅父亲人。 就是讲，一、这个负责人，伊有智慧，伊若会晓处理嘅时阵，作主人，伊嘅心思、哦，一心就会去，互伊对这个事业，而怎诱导倒来达成。所以，成败是负责人有这个能力而通来控制这个结果。你若是一个有智慧嘅负责人。 你会用知影讲欲安怎样来照顾你的先生的时阵吼，哦，你的先生的心哦，拢伫你遮。你的先生会足看重你，啊，即咱来讲到正经咧，最后一章三十一章的时阵，都专门咧讲三十一章都是咧阿嬤啦，讲一个有智慧嘅富人人吼，伊嘅先生是假，动作是敢若是珍珠安尼啦，动作是宝贝啦，毋甘甘的哦，是小命命啦。 当然這，即咱讲到迄阵咱只、咱只过来讲，即摆也未加遐哦。咱即摆是在心里讲，心经内底真敢着你讲，啊，讲一个有智慧诶负责人，伊有法度将伊诶先生对迄个事业诶内面全拖出来，伊有法度帮助伊诶先生享受家庭诶快乐，然后用家庭来做一个 support。 做一个支持，和伊个先生伫家庭个祝福之下呢，伫事业上好好啊发展，安尼这个是叫做幸福美满个家庭。哦，啊那一个足牛马个人,的人，一个那无地位负责人，一讲讲唔得讲先生的差，啊你都不爱我，啊你拢时间拢放伫公司，啊你拢无关心我，啊你拢无帮助我呢，歹势吼。哦 我会能甲你讲，真少查甫人是安尼互念、互骂了。哦，啊人做伙介，啊太太互涂了，啊我毋对，啊歹势歹势，失礼失礼。明仔载开始，我拢爱加班，暗时等来陪你安尼。我差不多毋捌看过，大部分查甫人互太太安尼念吼，因为查甫人已经工作上足辛苦啊，已经用足侪心地喺工作上啊。啊结果太太佫当边啊，安尼佫念佫当仔你讲，啊佫当仔你讲，你拢无陪我阿顺吼。 查甫人吼、哦，会感觉讲压力诚大，吼、哦，伊毋是无爱你，你也了解，伊毋是无爱你，但是伊事业上、工作上已经诚忝，伊压力已经真大，所以查甫人倒来，成拢去看电视，成日当下拢会拍开电脑，因为伊头脑要休困，伊要 relax，哦，伊要放轻松，所以伊就想讲做一寡较毋免用脑筋的啦，伊需要即个啦。 啊太太毋知影，啊，太太无读圣经毋知影咧、啊啊，啊就踮边仔开始讲，啊你上班当来拢婆无陪我，啊你拢无咧睬我，啊你是娶我要创啥？阿个听一直念一直念，啊、实讲啦，这查甫人已经无心甲始认啊，你知无？伊都已经迄个头脑吼，敢若咧电脑吼，特别当机器啊，咧，哦，特别熄电器啊，啊都过听你伫遐念，伊都挡袂牢啊，啊，所以足济查甫人听到太太咧念，伊都想要出去。 哈哈，<laughs> 电脑翻效果就对啦。咱太太咧念是咧念，讲看阮阿念会转来也袂安尼。啊，结果愈念哦，心事就愈烦。啊，落无想要甲伊讲话，感觉你这妇人人足烦诶，足差诶，足啰嗦诶，无想要甲伊讲话，啊，无想要甲伊讲话阵吼，心都出去啊。哦，人伫厝内，心伫外口去啊。所以落尾身体昏怪症个也有啦。 哦，还是讲呢，怎啊下班无想要蹲喺厝，继续伫遐加班，是安怎因为蹲喺厝特别讲听阮某念啊咧，啊一个查甫人自细汉家大汉拢阮母喺咧念，念咧即马蹲我阮某念，啊，是有完没完啊？移动袂掉，啊，我是干脆给恁听啦吼，就是讲查甫人足惊人甲念啦，所以吼，有智慧诶，负责人毋是用即个步数啦。 是用甲你念念念念念黏甲你挡袂调，你就听我诶话，毋是安尼啦。那一个有智慧诶父亲人，伊会了解伊诶心思，伊了解了吼，一等下心思伊会甲始讲啊，你辛苦啊，吼，伊会足肯定伊诶心思为即个家庭诶付出，吼，啊然后呢，伊会互即个心思感觉足受尊重。所以当即个心思等下处理后，感觉讲我家庭足有温暖诶时阵吼，伊会足欢喜感恩。 英雄救美，你知道阮查甫人拢是安尼的。哦，到有人有需要你个时候，阮拢必须要干，你知无？人讲我袂用啊，你来甲我帮忙哦、啊。咱实在是足忝的。吼，啊！但是听人讲啊，你拜托拜托哦，啊，咱红拜托嘛是着去啊、哦。所以吼、哦，当一个父亲人，一个太太，哦，伊的先生开始会感受到家庭的温暖，先生的心会感动，讲阮太太有阮兜吼，真正做足。 这吼、哦，先生足感动的时阵吼，我跟你讲，这个、时阵查甫人，这个英雄的天性都走出来。这个查甫人会足听音乐，伊会足照顾音乐。哦，这个查甫人的本性都出来，安尼这个家庭啊，都用起来。哦，所以这是智慧的人嘅做法啊。哦，啊那无智慧嘅人嘅做法哦，迄做嘅效果哦，完全拢败去。 啊,啊，甚至啊，将一个翁婿吼赶出家庭，变做是安尼。当然我不，我唔是讲恁先生出力是厉害的，只安尼讲是不负责任。因为无论太太安怎，先生啊外面安怎，即、這个先生是唔对的。先生要负责任，这是圣经甲咱讲。有智慧的负责人是会当撇免这个悲剧。哦、啊，哎呀，有第二个原因，就讲等下了我讲给你听，为什么圣经会讲负责任对家庭的责任较重？哦、喔，等下了我介绍。 欢迎倒来老三个节目啊！今日甲大家分享个讲，现今神啊，那会讲，一个家庭是父亲人比较靠影响嘞。智慧个父亲人会建立他的一,个的他的一个家庭，那一个愚昧无智慧个父亲人，伊是将原本好一个家庭，一撮拢叫伊拆了了，啊！神啊，拢在讲杂人，那拢无在讲查甫人。哦，有两个原因嘛。吼，头一个原因我拄啊，前半段甲你解释啊。 就是讲，因为查甫人的重心伫事业，查甫人的重心伫家庭，所以做自然父亲人,人对家庭都比较好影响。但是我甲你讲，抑一有第二、這个原因，即个只有圣经甲咱讲啊。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？第二个原因，是安在上帝讲，恁父亲人对家庭的影响是比查甫人更较大呢，因为查甫人比创作的时阵跟他一起来呢。 查甫人嘅天性，基本上是以自我为中心，所以查甫人拢较爱面子。查甫人敢若想着一家己呢？查甫人天生并无一个家庭嘅观念，这是查甫人的天生一个限制。因为上帝是先造阿东，所以阿东一个人来嘅时阵。 伊无迄个啥物叫做家庭诶观念，家庭诶观念是路尾上帝讲你一个人吼、哦，安尼无好哦，我阁斗一个互你，所以家庭诶观念是后来则有诶啦。啊，所以呢，夏娃吼，都甲阿东无共款啊。夏娃继续有家庭观念，为虾米？因为造人被创造诶时阵，伊一个出奇目睭金光诶时阵，伊就看到两个人啊，伊毋是看到一个呢，伊看到两个啦。 所以查某人天生一个出世诶时阵，就看到讲，爱我边仔都有一个翁。所以查某人诶天生都比较比较贤处理婚姻家庭，比查甫人较贤。所以你看查某人咧讲话吼，因为两个人就是爱沟通嘛，啊查某人几足贤诶啦，吼。查甫诶要沟通就走去边啊，莫讲莫讲，吼，查甫较贤闪避撇啦吼，啊查某人毋是，查某人吼，足爱建立关系。 这查某人爱开讲，吼，啊，所以查某人我爱讲电话，查某人足爱人际关系，哦，查某人足爱一群人逐个做伙，伊根本安尼足满足诶吼。因为查某人一开始的时阵，伊出世的时阵，查某人被创造的时阵，已经被创造伫一个男女两性的关系内底啊。所以查某人比较比较敖处理这个情形。 啊，查甫人比较比较憨慢，因为查甫人出世诶时阵，伊做甚物代志拢敢若想到我，我也想到我，我也想到，我，这正常。因为自细汉较大汉诶时阵，著是讲伊被创作诶时阵，伊诶身躯比并无另外一个人啦，所以伊袂晓啦，简单讲啦，查甫人袂晓处理婚姻家庭诶代志啦，伊毋是毋啦，是伊袂响，啊袂要安怎啊常日讲你袂晓我叫一个甲你教。 所以查某人是查甫人诶老师，哦，所以夏娃伊就是，互阿东知影讲，你爱有家庭责任，这是夏娃的家己教導，的家己教育就对啦，啊，所以上帝做查甫人，本身就是咧教育家，所以查某人爱教育恁囝，爱去教育恁翁，这是查某人你爱了解诶代志，吼毋是跟他教囝呢哦。 爱去教阿翁，因为恁翁嘛袂晓。恁翁是作主我中心，哦，你都爱甲伊教，啊，所以无怪圣经讲啊，若会向教人叫做智慧诶人，若会向教人规个家庭会互你安尼带领甲做好些，啊，若未晓教诶吼，教一个歹去安尼啦，教一个你诶家庭会破裂去啊啦，哦，阿变安那教，有缘人你也知。 迄个教吼，毋是干那地沟安尼，手安尼插咧安尼，哼哼哼哼哼哼哼，安尼咧教吼，迄、嗯、拢、嗯嗯嗯嗯嗯嗯喔、失败啦。吼、喔，迄叫做三娘教子啊，规嘞！哦、喔，给老娘跪下，啊，迄款诶吼。若迄款下咧？教迄款诶教法吼，效果拢歹啦。哦、喔，查某人诶天性甲查甫人对会无共款，温柔。哦、喔，查某人较坚韧，查甫人爱面子。 查甫人上界惊著是民主尽少落地，查甫人上界无多接受这，吼啊查甫人较柔嫩，所以查甫人是水，查甫人较柔嫩，所以查甫人伊会当来超一个查甫人，查甫人伤硬啦，另外有一个查某囡仔软软啊，你甲伊超吼，啊查甫著啊好啦好啦，算啦算啦啦，啊，使奶一个啦，我较温柔啊，讲两句啊，查甫人讲啊好啦好啦好啦，算啦算啦算啦吼，查甫人基本上拢是讲硬无讲硬啦。 你若要甲伊来硬吼，查、哦、甫人我甘愿死我都毋愿做啦。但是你若用软诶，哦，较温柔咧，查甫人就感觉讲啊，好啦好啦，咱好男不与女斗，哦，所以查甫人会配合，是因为即个查某人伊有智慧。因为即个查某人，什物叫做智慧？就是伊会看出要安怎改变伊诶身心。智慧就是讲，伊知影要安怎引出伊诶身心。 做一个好的先生，要安怎引出伊嘅丈夫？做一个好的老爸，哦，贤弟哦，还有一个角色哦，哦，就是一个父亲人，他有法度医治因翁，甲因翁嘅妈妈，哦，甲因大舅大官之间嘅这个关系，所以一个贤惠父亲人。 一个有智慧的负责人，伊不但未去带来这个婆媳的问题啦，哦，不但未吼，伊甚至吼，伊会当帮助伊的先生哦。主持人和伊妈妈念，有的先生是其实是足惊伊妈妈的啦，一个好的太太呢，伊会当带来这个方面的益处，哦，这个是足奇妙。所以一个查甫人，想要当做一个好的翁，想要做一个好的老爸。 先呾当做一个好个囝，即甲伊娶到虾米款太太有绝对个关系。哦，伊若娶到一个有智慧个太太，伊就变做一个好翁，伊变做一个好个一个即个爸爸，伊啊身体个汤变做一个好个一个囝。因为查某人嘛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嘛，对无？因为伊个太太会体谅到伊个妈妈个心，所以一个好个太太会将伊翁。 娶妻嫁因翁诶妈妈会当好好，啊，即有查甫人做会到。查甫人较含慢哦，查甫人即个部分较无天分啦哦，所以你看查甫人主要紧立起来哦，啊，所以即个圣经一句诶意思啊，啊，就是讲，那些有智慧诶负责人，伊会当建立伊个家庭，伊不但教育伊个翁，会当教育伊个囝。 啊，伊会当养出一个有路用一个男子汉；吼、哦，伊会当教育出一个真正的查甫人。即、這个查甫人，伊才当保护另外一个查甫人，搁再成立家庭。啊，人类的历史就是安尼，一直延续落去安尼。哦，这是上佳水的一个故事。啊，但是都是真可惜，哈、啊，可惜就是讲一般的人，咱因为无即个圣经的背景。 所以咱无对圣经来了解即个部分,所们个部分们、这个，所以咱即个部分咱了解吼，伤少啦，啊了解无济啦，喏，即个是真拍算吼。所以咱拄则所讲的即段吼，用圣经的基础来咧看男女的关系时阵吼，如果咱有咧清楚即段了后吼，哇，安尼不得了，吼。咱如果若有清楚即段了后呢，咱的婚姻、咱的家庭、咱即满社会足济问题吼，足自然的就会当得到解决。 虽然是做基台啦吼，基台讲啊，咱透过圣经会当帮助咱所有的观众朋友，毋是咧讲即款即个深刻嘅道理尔尔吼，是咧讲圣经有教咱上解实际婚姻阿爸某之间一即个问题啊，所以一个智慧嘅夫妻人，伊若建立了一个好嘅阿时阵吼，即、哦這个阿爸就发生一个好果，圣经讲嘅，讲查甫人为太太吼。 连性命都可以啊！这个代志都自然的发生啊、哦！因为当一个查甫人被尊重，当一个查甫人这个尊严哦，有得到满足的时阵吼，伊、哦、讲我当夏季不要紧你想乎我心内得到满足感、哦、觉我是英雄，哦、我的心内得到满足了吼，我性命我当乎你，我的钱乎你，我生命我拢乎你啊、哦、但是作者非常难不了解这点 用用牙抢的,的啦，啊，用牙啦，甲先生骂到无记搭安尼啦，啊，强迫先生为伊做这做彼啦，拢去夹讨啦，啊，主要用我诶名，车也写我诶名，啊，啊，著、啊、一直甲翁控制、控制、控制、控制。原本一个好好诶翁，娶一个太太为着要甲控制，喏，啊，甲因翁骂，甲因翁念，甲因翁糟蹋，哦，互一个查甫人规个尊严拢无去。 啊，即类人吼、哦，对待囡仔嘛是共款，拢咧控制囡仔，吼、哦，啊，拢对囡仔足出意见，这也无好，迄也无好，安尼，吼、哦，讲甲囡仔嘛是规个拢无尊严去啊，啊，啊，佮即种负责人吼、啊，足好佮伊诶，搭起搭关咧吼，啊，相亲啦，吼，啊，啊就佮因阿讲你著看较重咧哦，吼、哦，你著毋通看恁爸爸妈妈看伤重安尼，拢啊，拢带来一寡负面诶，颠倒变诶效果，安尼著对啦。 啊，这些是作弊，爱作弊爱一件代志啊！所以咱期待，咱期待讲圣经嘅真理带来规个家庭嘅和好。啊，即、這个和好著是两个人爱尽伊嘅责任啦。所以今仔日其实单对大家来解说，哦，对圣经嘅角度来讲，圣经是比较比较咧教示负心人，讲负心人,人你要有智慧，哦，你要知影讲要安怎来帮助你嘅先生，帮助你嘅囡仔。 你要哪建立家庭，这个是上帝和富人人的智慧啦。哦、嗯，唔大家唔通讲做富人安尼，哪会压力遮大吼？是，这是上帝给你一个非常非常有荣光的任务啦，哦，荣耀的一个任务啦。唔、嗯、忘大家欢喜来达成。后一集继续收看，多谢。<music>